搜搜。哈喽，我到时候你放松啊，然后搜搜你就记住两句话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，你以为你是谁，鼻尖一定要碰到我的鼻尖，然后你的眼睛要看着我的眼睛，没有表情。我说对，那重点不是靠，还是说那个台词。没事。还可以啊，你可以抓着我。你以为我是谁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来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就蛮好。我们再一次好不好？已经很好了，我觉得。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不要动眉毛，相信我。好，加油，黑搜搜。加油，黑搜搜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有哦。很凶。好感动，我感觉。好感动。